应渊君，往后苍生安宁你来守护，你的安康我来守护。六界征战，养息万余年，如今魔族的兴起正在暗潮汹涌，若战争一旦开始的话，这万年的努力和平静都会化为虚有。九旗一族天性骁勇善战，那昔日创战之时他们是因何而亡的？可是我活得平平淡淡，常被嘲笑丢了四叶汉丹一族的颜面，也有应渊帝君想我，而我又这样才能活下来。帝君有情，将是六界的浩劫。我要乱了这六界，害了这苍生，天道不公，我便毁了这天道，重定万物秩序，诛杀帝君。我要亲眼看着你亲手送所爱之人上天行台，让他误了恨你，永远不知你为他所做的一切。应渊，你选择情发可知后果？凌霄派继承人应当了却红尘，若是心生一念，便是弃道负义。这颗心是你欠我的，如今理应还我。你怎么可以爱上别人？你到底是谁？回来！人妖殊途，就算再舍不得，终究也是要别离的。我有我该偿的债，你也有你应结的缘。助我长生对你而言轻而易举，为何你这般自私，就是不肯助我？从给你丹药的那一刻起，我便错了。你负了我一辈子，我要让你后悔终生。不要！定要相望，绝不回头。